你去读书。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都是仪表1702的同学了，请多指教。我知道学校旁边有一家很不错的餐厅。天哪，你是这个时间啊，连刚开学就迟到了，快来快来这边坐，来听听我做的新绝煎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学校那边有两个盖浇饭。同学们，来点一下这些东西啊。开学第一天吗？Thank you.